对病患来说，我们只是穿着绿衣、戴着口罩、搞不清楚长相的麻醉科医师。你好，我是麻醉科肖医师，然后现在帮你执行全身麻醉，蒙娜呼吸，工作是救人，没有其他的症状。因为人生重要吗？先生，要来拉保险。我们这一次很幸运啊，帮你安排到的是院长的示范高人。照你这样帮我们安排，应该不会出问题吧？昨天晚上你们麻醉科的肖正勋医师拒绝为我们的 VIP 施打无痛分娩，我真的很谢谢病患，请来等一下。不行，让开！院长，我对他没有任何医疗行为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我认为院长的位置好像你来做比较合适了。虽然这个一球真是同一件事情，当然可以继续使用安眠药物，但如果你真的想要根治，就是找出你心里面真正压力的来源。